可以开始写了吗？可以了。料事如神。料事如神是什么来着？什么意思来着？料事如神又忘记了，像诸葛亮一样的。料事如神，懂了吗？怎么样像我走呀？就是像神仙一样的。就那不还没有是？发生的事情，他先算到了，就叫料事如神。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会简单这个事情啊，所以另外一些人就会做。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了解每个事情怎么样子发生了，别人会怎么样子反应，然后他就能预料到那个结果，他安排的东西，他能预料到结果。Next，廖氏如生，你写了吗？没看到吗？我要去看前面，我这里都看不清楚。那停一下，人一起叫停一下，让我看不到。那你在这里啊？那你就前面去拿纸啊。我不拿纸，我要直接在前面看着电，那个电脑念。因为电脑上才有啊，纸上有啊，没有。你上哪里没有？那我纸上就全部念那些没念过了，电脑上才有那些已经念过的，你又不太懂。你要全部先念新的吗？今天，确定？那我就直接把这张纸念了，你就今天就这张纸写到爽。全部啊，嗯。写一半来。一半你这个不满呢，你看刚好这些放在这里刚刚好，啊呢？那就到前面去吧，那就到前面去吧。那你先考一些这个字，那你这些字都不懂啊？考一些嘛，不要把全部考进去。一艘船，哦，搜是不懂。吧？哦，懂，之前我还记得呢。真的。对不对？挺不错的。你先写完才问我，对不对呀？下面忘记什么，还要写，哪个字不全？是一个 U，有点对了，差一点点就对了。还有哪个U 啊，差一点点就对了。四个全。对，然后尝一下，这个你应该懂啊。尝没尝？就是试一下，尝一下，试吃一下的那个尝。哎，你前天才告诉我啦。能尝？你说下面有个云，那天你还告诉我。一个人？别呀！这个你懂的是吧？没印象。尝鲜。尝鲜？哪鲜？仙女仙？新鲜的鲜，鲜花的鲜。错了，哎呀，尝也不如先一尝，这下好了，这下可以好多个字了。先怎么写？新鲜的鲜，一个鱼，再一个羊。可是一群羊的群我都知道不？一起群。一群羊，好。简单。我这被你字写的乱七八糟的，写的我自己都不太确定。还继续念这些是吗？那你明天把可那……是问题是这些我都不懂，所以我就算我看的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那也不对，有些你还是知道哪个是哪个的，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个"搜"。那直接一个说的话，我就有可能不懂。这个有可能是花木兰的兰。对呀，喂，我学过好像。学过，我都感觉有点没印象，可是又有一点印象。学旅过，行。
写过的耶。是写过的呀，我怕你忘记了。压岁钱。啊呀，压你压！刚刚还告诉过你一次了呢。哦。这不是压，这是庆祝的庆，哈哈，庆你忘记了，所以庆你也要写。为什么？因为你庆忘记了。压。就你拿一根，拿一个那个橡皮擦过来。压你压。一个厂，下面再一个土。然后再一点，一个厂不是一个广哦，是一个厂。厂，不是你。念的是新的，旧的都不懂，你还一直念新的。搜也要写，你搜，一搜传的搜。我收起来，没必要收起。酒足饭饱的饱你也不懂。对吧？尝鲜的尝你也不懂。今天要写的字还不老少，这根都不能写了，你拿这根过来干嘛？手、指头，你不能吃了。我刚说你手再去舔的话就不能吃了。这是小蟹，不然舔不到，那吃不到，那不舔的话，那就不吃了。吃小蟹比较重要，还是你身体健康比较重要？那种可以吧？这样子可以。屋顶漏水了。写吗？写啊。当然要写，我都念了，你还不写？我以为你说。我以为你看你的水，你以为屋顶漏水了。怎么了？对，老是错。我要去换根笔。顺便看一眼，我还有什么压力？拿笔也不拿针好一点的，拿针不好洗。什么？没有，我啥也没做，你为什么就偷偷看？我没偷看。来。前途无量，前途无量。这字你也有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用那个？不想让你用那个。前途无量写了吗？钱，前面的钱。无那个无。无所谓的无。啊？哪里？亮。你说我不能问你吗？亮是这两天刚写的新字。新字有什么说我不能问你？新字你也不能问我呀？难不成我要告诉你怎么写吗？那说是哪个东西？哪个词的？量身高的量，它是一个 yellow 的字。数量的量，重量的量。No. OK, I'm a son. So, I'm not a son. 不懂了是吧？懂。
吓死我！怎么叫这么大声啊！你要吓死我！动！你到底懂不懂的？你别给我画出来的啊！字是用写出来，不是画出来的。一粒西瓜子，啊，对，米粒，我记得那个米粒，米粒，对，嗯，什么时候你的字要是能像你的人这么美就好了。那，你看，my best handwriting。挡风板，挡风玻璃。挡风玻璃，OK，better 一点点。Next，美了，一般。嗯，美多了，比刚刚。从现在开始，写太丑了，歪扭扭的也要写，好吧？好，我最喜欢这样的。歪扭扭就像口型这样，你要口型这样就 correct，好吧？好，以后趴在楼梯上。更考我一下这个口，对不对？我可不只要考你那个口，我要考你的东西多了。你觉得哪个我应该不懂？告诉你，为什么？我要你自己写。告诉你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写的口成这样的话，有点像一个一十二，对不对？一十二，这就不好了。就写成一样一个 square，布娃娃，布娃娃，哪个布娃娃？就是布的娃娃，那什么意思？哪个布的娃娃是什么意思？就像你的那些抱的那些东西都是布娃娃，用布做的，就像你的，应该是用布做的布，嗯。啊，那布个的娃娃，叫什么布的娃娃还是布娃娃？就叫布娃娃。它的名字，它所有的这种种类就叫布娃娃。不然你英文怎么说？Toys，那 toys 有好多啊。a choo-choo train。玩，就像那些什么什布么什娃娃，么，布娃娃，你抱的那些叫什么？抱抱，不是。就像你的 Kathy 了，叫那种叫什么？哪个 happy 了？你那个长长的那长颈鹿叫什哪么？个那个兔子才是 happy 了？不是，那个长长的那个是长颈 Kathy。鹿，长颈鹿是 happy 了吗？我不知道你了，你自己命的名字你自己都。哪个 happy 了？那我从现在开始，长颈鹿是 happy 了。怎么啦？行。那长颈鹿，那像这种的，平时你这种都叫什么呢？这种 toys 叫什么？那是 hello happy 啦。我说这种 toys 英文叫什么？不是，就是，就这种捏着好爽的这种的，squishy，squishy。
我是说这种玩具叫什么？它也可以不是 animal，它也可以是一个娃娃。Stuffed doll or doll, doll. Look at the doll. Stuffed animal 就是 stuffed animal 不需要当一个 animal，就是那些像那样子东西，squishy 的呀，样子毛毛的呀，舒服就是 stuffed animal。It doesn't have to be an animal. It can easily be a doll. 对，Also be an eyeball. 所以这个就叫中文就叫布娃娃。你用英文叫 stuffed animal. See, I was right. Stuffed animal. Say hello. Hello。You better not call me hello. My name is not hello. 口调声。下次别给再叫我跟你说 hello。为什么？逗我玩。我刚刚就是逗你玩，对不对？娃娃你懂得写？真的？那我怎么这个字没有？还这个娃娃的娃也是女娲的娲？我知道是女娲的娲。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因为我看女娲，我补天的时候那就娃娃的娃，我就说，哎，那是女娲娃娃的娃，也是女娲补天的娲，黄色字，对，这个也可以移到那边还去。跳绳的绳，我懂。对的，那就写跳绳。Oh yeah, I'm gonna get it right。就算不懂，我也可以学嘛，对轻一点，轻一点。不对？就算不懂也能学，对不对？对。然后学新字，哪个 trophy 哪个是 trophy 啦？你说的，是快刀斩乱麻。快刀斩乱麻。写花木兰，有一个字你肯定忘记了，花木兰，对，卷发，卷，卷你懂吗？头发卷起来的卷，哇，几乎对了，但是你的写法错了，这个字是对不的。懂啊。对，没错，你太厉害了，我以为你都忘记了，因为我看还有一个旁外面有个口的，叫什么？圈，一圈两圈的圈，圈卷圈，一开始觉得有可能是那种卷起来那种，跟圈我一开始以为跟圈有点关系，对呀、啊，因为卷起来，外面围起来，那不就一圈的吗？卷刚好绑辫子的辫，什么辫？辫你不懂。可以学嘞。消化不良，凉，那个凉，凉什么凉？善良的良，那凉。你写花木兰，不行。为什么木我都不懂？木木也怎是。么不能木头的木？哦，对，花木兰。太简单了。求你妈，要是兰不好的话，兰就没法成小字。可以，我今天直接给你换小字，明天考。兰就是一个蓝点，我念一个山。不耐烦。不耐烦啊。忘记了啊。呀。
鸡蛋。So how on you? 感冒。Oh no, pregnant poop. Oh no, I know this. Oh no, you're gonna lose since I know this. 医生护士。Oh no, 护士。行别行上现在都会想了你想一想怎么了你专门考我护士试吗我专门考你医生的医医生的医要先上面一横然后才往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别跟画画一样的画出来对保护的护士，经常不懂。嗯，经常不知道是哪个字。护士是，但是那个字就是帮需要手的，就是。护士是就是士兵的士。哦。但是你自己要记住了，下一次我不能再提醒你了啊。OK。自己念几遍，护士，护士，护士。哭笑不得。哭笑不得。怎么样？就算哭笑不得。你告诉我呀。得你得。一得一的得。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一四算太累了，懒得弄。你能不能头不要那么肥呀？腿长一点，美一点。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写的字太丑。比画画还丑。这样都可以吧？好一丁点。一得一，一二得一，三得三，一四得四，算。躺下。躺下哪里？恭喜躺下吗？嗯。It doesn't make sense。哦，躺下。我就让你躺下。我命令你躺下。命令我躺下 ，OK。快躺下。我命令你斜躺下。啊。之前有些人写 F 就是这样子写的。F。搞得我都以为那是下面下，成这样。好吧。麻辣烫。这哪个不懂？我觉得你应该要都懂，因为都学过了。嗯哼，有可能的。哎呀，好想吃啊！突然间，我也是。你酒足饭饱了呀？谁说的呀？刚才没说酒足饭饱。有啊，你都写了酒足饭饱。那现在又饿回去了。你这那总不能一次酒足饭饱就永远酒足饭饱了。这才一会儿。啊，肚子好饿啊！我想吃麻辣烫。没有。啊！进退两难。Oh no！ 进退两难。很接近。进也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就比如说出去打仗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队伍在那边等着你，你不能进，你进人家被打。后面呢，也有一个陷阱在等着你。陷阱什么？陷阱啊，埋伏，对呀、啊。那左边右边，这种时候就是叫进退两难。进退两难，那你可以左边右边。对呀、啊，左边右边都是山，都要爬上山，会掉下来。嘿，你爬上去，好办法。什么？你土墙挖挖挖，挖个楼梯。你都来不及挖，人家都冲上来了。好的。进退两难写了吗？嗯，什么进哪个进？意思我告诉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前进后面都不行。啊，进去进。啊，进、oh. 前进跟后退都不行，进退两难。进去的进。
对，进去的进，后退的退。把这个包退给你，嗯。学过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就不记得了，你这每个字什么时候学过？你还记得吗？我知道两难的24岁的时候学，难呢？南哪个南？南瓜南，东西南北南。困难的难，两难两难，南是5岁时候学，胡说，6岁的时候。刚6岁时候。我是说退不懂是吗？退，等一下，好像有点印象。退是要往后面，先脚步往后面，对不对？对不对？对呀，在最后退呀。谁是个走？你是走到后面去？嗯要我告诉你吗？那你自己写一直问我，不想听，我听不到，这样子，pass。两难不是二难，这个念二。啊，进退二难，怎么了？我也是觉得你笑死。太窄了，你想头那么宽，不是你，对不对？包点比头还胖一点，对不对？对呀，你自己看，看他写出来美不美。腿算了，我告诉你吧。，no，no，那么你赶紧写想啊！啊。你不会给我想到明天去吧？我直接可以再念一念，念一念。有可能会想到明天去，那我先去睡一会儿。不要，不等。来，整张都给你看一下。哦，好爽啊！这里，这里，这里。咱们看一下其他的。那我那张就不念了啊。好啊，不念的话，为什么你还要拿啊？那我还是要拿的呀，念还是有可能还会念的啊。Oh no！我没法把全部一起听了，还差4个 row 没看，其他都看了。真的，倒霉。Oh no！然后把那个退给写上。倒霉是什么意思？很倒霉啊，比如说不小心摔倒了，踩到那个坑里面去了，那就很倒霉了。倒下去倒，嗯，没有没。发霉的霉。梅子的梅，那不是，但是有点像，霉是心子，我告诉你。不要，我以那你为肯是定个，不懂啊，这样，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美，啊，这个字你肯定不懂。没我学刚过你刚怎么？感觉这样，哎呀，你不告诉我就好不啊。告诉你，你肯定不懂啊！浪费时间，我写的这么美，你能像我写的这么美不？什么呀？那好啊，看我的，行，看我的，行。You're gonna be very bad if you see this. 太扁了，body 要写。你的雨就占了太多的位置了，雨只能占上面的三分之一，美占下面的三分之二，这样子会比较好看。头小一点，身体要大一点，这就比较好看一点。写那么小吗？看不清楚啊。你的雨的写法是错的，先一横，先最左边的一竖，然后横折钩以后在中间一竖，你不能一横直接就中间一竖。还行吧，这样子吧。我的比你还美，焦急。焦急，好
等交，抽奖了奖、不然本来我为你好像写的，耶，奖金奖 ，Celebration for Eugene，right？ 行，那我们就来写一个庆祝。Never mind。庆祝。交什么？急。就是。还有一个好词等着。祝福你的祝，祝福祝。嗯。你好吃啊。吞云吐雾。干哈？你懂是吧？对，我问你，我也考一下吧。对。抽动。懂最好，还有一个好吃等着你。不好吃，吃我肯定会不懂。哎呀，一下子给忘记了。耶、yeah! ！说三道四。是那个吗？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对。说三道四。I hope it may bring you good luck, so you can remember the last one.Next. 最初，最初你现在本来念的吗？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初，最初。你本来要念的吗？不是，我给忘记了本来要念什么。初，那听不见，快到咱乱麻念了吗？早就念了，看我一瞄就能瞄出来了。行，行。我怎么发现这个纸越来越少了呢？因为呢，你我学越来越多，你丢好几张。但是我又打印了好几张呀。学太快了呗。嗯。心甘情愿。总不念一些心字，为什么呢？我接下来念一个好词。心字吗？心字吗？倒是没有心字，只是怕你旧的字会不记得。Oh. Okay. 举手之劳。那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顺便帮人家一下，就是举手之劳。知灵知，知道知。不是，就是之所以的之前的之。之前的。对呀、啊，这是前面学过的，很简单，超级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就是最容易忘。知了，简单的话，要么就是撇，要么就是横，要么就是竖。嗯。之前在什么之前之后那个字聊之之举手之劳，劳动的劳。嗯。之我写给你吧。不要。那你肯定记不住了。不想。我给了多少？
他就很简单他啊，只知道一个总写得很美，点。点啥？这就是之了，哇！之前，简单吗？我给你玩手。举手之劳，明天我还会练这个词。你在干嘛呀？不好好写，我要念 next 了啊！偷偷写，这是不行的。你这写的一点都不好看。劳你的劳，劳动的劳，劳，劳动最光荣。之前还写劳的，动光最荣你肯定也忘记了。劳，劳也忘记了。劳也像劳一样。光荣你也忘记了，应该是。光，那个光。光明正大的光，知识，知识要这样子，横，折，这个要稍微撇上去一点，然后再这样子过嘛，去。就是横折，不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下面。过来要稍微顿一下，不是，是这边直接横这样子不好看，稍微这样子顿一下。用这个吗？很丑，对不对？你看我这个，你看这个很丑，对不对？有点。手机壳，这哪个不懂？应该都懂了呀，还不懂啊？不会再写成手电啦，放心。Next，山洞，有不懂吗？你快点写，都练好久啦。长痘痘，Thank you，以后就那么那，我最后一个字的话就念另外一个这样子，节约时间。你现在自己在浪费时间，还节约时间。哪里呀？我正在写，一边写一边说呀。来。遗照，一照。甲乙丙丁，好啊，甲乙丙丁。我就那一亿的亿，我就弄成乙了，我就知道甲乙丙丁。他说的不是因为懂，想写甲乙丙丁。超短裙，Next，算术，算，计算算，数那个数，数就是今天。你问我的，一个木在一点，写，对不对？这个就是算写数，上去，不写也可以，你自己记住是这个字，不行，我写一下，更记住一下。算数的数，算数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算数，就是你说话不算数，啊，对，就是说话不算数算什么？说话不算数，不对，说话不算数的数不是这个数，说话不算数的数是数学的数，但是这个算术呢？以前古代的数学，它就叫算术，为什么？不叫是什么数呢？字数啊，说话，算数字算数。这个就是
这个术就是速写术，像做手术，这里妈妈这里做手术，这个手就是那个手，术就是这个术，手术，这个术，我怎么总感觉有个字就是一个单人旁的竖？哪一个说？就刚总感觉一个字就是一个单人旁的竖。没有，你肯定是跟另外一个字混淆了，没有这个字。讨那价还耳字价，旁的那个吗？讨价还价，刚好。讨价还价算一个吗？讨价还价算一个，已经说了好多遍了，非常算一个。好了啊，还有什么想念的？